Oh shit！ 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小技巧，我们拧螺丝的时候，这个螺丝呢已经非常难拧了，比如说这个，这个头非常滑，已经打滑了。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橡皮筋放在这个头上，大概这个样子，然后继续拧它。但是如果说这个已经烂得不成样子怎么办？买个新的扔到旧的。好，开了45分钟呢，从 Richmond 开到了这个 Burnaby。他今天主要在这边做的事情呢，是第一个是咨询报税，第二个事情呢是买点东西啊，必备的药品，因为最近身体又不是特别好。首先今天要去的地方就是这个楼里边，哦，高楼耸立啊。有点白跑一趟的意思，因为，这边预约已经满了，所以我定的是下周五，对，这周五就是后天，后天的中午12:30再过来，今天白跑一趟，啊，服了。这些滑板呢不是电动的，但是旁边呢有可能有电动滑板，在这边。快点离开这儿！很多人也许不会戴这样的帽子，太挤。中国人不喜欢戴绿帽子，但老外喜欢戴，好看吗？好，就这样。OK 啊，我购买这块硬盘的原因呢，是因为我现在用的编辑 Vlog 的硬盘呢，在2天前突然出现了状况，
读不出来，然后我进行了一些紧急的修复，最终呢才读出来一些，但是以防万一，我不得已在这个价格还是比较贵的情况下呢，现在就购置一款 4TB 的这个西数的存储硬盘，所以这是一个突发状况，然后又多了一笔开支啊，但是没关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安慰一下自己。然后现在呢，出发去健身房，坚持今天的健身。其实今天白天呢，忙了很多事情，等一下健身完回来之后再说。现在呢，我要去健身房，花21分钟时间打篮球，其余的半小时呢，在气血区练一下。拜拜。这件衣服全部都湿了，湿透了。OK， 现在时间来到了11:05，又坚持了一天。OK 啊，现在呢，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新的睡衣在家里，因为已经洗完澡了。然后今天，大家可能不相信我花了多久的时间在电脑前，然后倒腾这个数据，为什么呢？因为在几天前呢，我的这个硬盘坏了，这是一个希捷的 2TB 的一个外置的移动硬盘，莫名的读不出来，很莫名的读不出来。而如果大家之前有跟我的 vlog 的话，会知道这个呢是跟随我去拉斯维加斯开始的时候，所有的 vlog 视频都会放在这个里面，然后它突然坏掉了，所以一瞬间心就凉了。因为如果这个东西它彻底坏掉的话，里边大概有50部 vlog 在里边，然后包括当时没有编辑的有3部 vlog， 但后来我不停的修，连接到我的 PC 上，通过一种方法终于把它读出来了。但这种方法呢，有一点点就是运气的成分，激活了，最终呢把这个硬盘上的剩下的3部 vlog 顺利制作成功。而今天呢，我真的是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把它上面所有的那个资料呢拷贝到了另外一个残留的硬盘上。作为一个每天编辑视频的我来说，平均每天要消耗25GB 到30GB 的硬盘空间，每天20GB 到30GB， 这就导致了一个源源不绝的消耗。之前有讲过，真的硬盘在我的视频编辑过程当中是一个极大的支出，因为这个东西你出去之后会不停的出，不停的出，随着视频量的增加呢，这个成本是越来越高的。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硬盘这个价格居高不下，这导致了我到现在不得已已经拥有了这么多硬盘。这只是冰山一角，一个两个三个，总而言之这个只是冰山一角，大概还多出两个，1、2、3、4、5、6，大概6个，其中有5个 5TB 的硬盘到现在已经不够用了。然后呢，在今天就不得已再购置了一款新的，叫 My Passport WD， 这是一款移动型的 4TB 硬盘，移动型的。之所以买移动版的，是我觉得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呢，我会又开始旅行，但这个呢已经不能用了，很危险。所以今天在编辑完视频之后，真的要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就是我可能日后呢要把视频的这个文件格式调整一下。现在呢，我在拍科技视频的时候，一般用的是 XAVCS 4K 格式。然后现在常用的一个编辑格式呢，比如说我的 Vlog 是用的是 XAVCS HD， 而用的是24帧。但是现在呢，我要把它更改一下，为了将来这个硬盘啊不至于像这么大的场面，我准备日后回归到 AVCHD， 然后 24P24， 这样的话可以省下很多硬盘空间，但是画质呢是有所下降的。另外一个艰难的决定的是，我可能要把我之前拍摄的一些视频原片全部清空，
首先呢会从这个游戏视频做起，把之前录制的一些游戏无论是原片也好还是成片还有压缩过的片我都会把它删掉，这样的话也许在未来呢能够仅仅用这一块硬盘还可以持续一些日子啊。当然了，如果在日后呢真的有一天赚钱了，我会继续投资硬盘方面的东西，在那时候我觉得总有一天的视频画质还是会回去的啊，真的受不了太多的消耗了，而且硬盘是会坏的，就像这个还有一堆在那边，这就是一个视频制作者的一个小小的伤痛。但是明天呢天气据说还行，就是下点雨，继续走，拜拜。